非死不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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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死不可。五个人约茶，今天点了五杯红茶，拿出五支爱慕猛花，整整五分钟没说话。我的天，突然肚子痛，赶快冲回家，一旦在首先，不是上厕所首先。抓住当手机充电，昨天去看电影都没再看，都在翻翻看结果。坐旁边的朋友还来留言说厕所借过，连阿公过世一再火化了都还可以剖，说阿公确认 GG 五五怒烧一波。车祸你先检查身体哪里撞坏了，赶快拿起手机拍摄，说看说不跑出来了，要急救了还有是前半身看的状态来看看。婆说我快死了，结果还被按赞，连医生也来按赞。地震大家不是怕房屋倒塌个掏倒呢，大家是赶快上点速播状态，地震好大，连房屋快倒塌了都还在进行时空转播，房屋快塌了 ，Oh 太一半了啊，完蛋了！记得大家不用把手举起来，大家把头戴手机拿出来，你爱玩让你玩，赶快玩继续玩，上点速发动态，然后再按个赞，记得大家不用。手举起来，大家把头戴手机拿出来，你爱玩让你玩，赶快玩继续玩，上脸书发动态，然后再按个赞。了解的都需要了解，男生上脸书就是为了妹，四处问妹感冒好没，怎么还没睡那烂倒背，妹打一来八千个赞，大智星个23个赞，然后变20个赞，还有人按错收回了3个赞。男生也超爱分享，比较成交易的时间是好烦，明明自己都没看完就去看大奶妹妹情报站，有时分享太快还会搞混，打错一堆字，打成李嘉诚情报站，大奶妹妹教你的十件事。啊，女生口吻就都什么，牵着手就别随便放手，还是什么一个人也可以坚强的好好过，有的还能自拍自己在哭的照片，好屌哦，不然就是偷龙肿造图也修好或做素颜好丑。当然还是有些人用着外面老梗，偷着嘟嘴露乳构造，然后说自己貌相好人，还是偷说什么要包养请找别人，讨厌，可是不能还是嘟嘴露乳沟的照片。请大家不用把手举起来，大家把口袋手机拿出来，你爱玩让你玩，赶快玩继续玩，上脸书发动态，然后再按个赞。请大家不用把手举起来，大家把口袋手机拿出来，你爱玩那你玩，赶快玩继续玩，上脸书发动态，然后再按个赞。